Hai, berjumpa lagi dengan Inke Kirei di sini. Kali ini, Inke ingin menceritakan tentang seorang penjual baju Cheongsam yang berjualan secara online. Baju Cheongsam adalah baju khas Mandarin seperti yang saya pakai ini. Nama dari penjual itu adalah Cui Wanjun, seorang penyandang cacat. Cui Wanjun menjadi sangat terkenal di Tiongkok karena pidatonya yang mengisahkan cerita hidupnya yang sangat mengharukan dan membuat malu mereka yang mengeluh akan kehidupannya. Mari kita bersama menyaksikan pidato dari seorang Cui Wanjun. I was born in a farmer's family. 一年几个小时都下不来。我出生的时候没有呼吸，然后赤脚医生就逮到我的腿，头朝下使劲的抖，一直抖了10个小时，我才有了第一声微微的哭泣。就这样，我活了下来。 我九岁的时候上小学，我记得从我家到小学之间有一条沟，别人很容易就跨过去，我就跨不过去。我又不愿意我的父母天天背着我送我上学，我试着蹲下去，然后爬在地上，然后爬下去，然后再爬上来。哎，我再看我不去了。 也许上天从小就要告诉我，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可是，我上高中那年，我的中考的分数在我们县里名列前茅，我被一个重点高中录取了，把学费也交了，床单也铺了。突然间被校长发现了。 校长就很惊讶地看着我，我们学校怎么来一个残废人？然后就在几分钟之内把我和我父亲以及我的行李踢到校园之外，然后指着我说：“就算你考上大学，也没有学校要你，你还耽误我一个名额。”我把正事都亏了下来。 一跪就是2个小时，我恨，别人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我爸用双手捧着我的脸对我说：“万智，你听着，没有为什么，抱怨没有用。” 书还要不要读？我说要。我爸说：“那么回家吧，一切靠自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没有大学收我，我选择一个比较偏僻的、离我家里很远很远的一所大学。 很幸运我被录取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和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面临着找工作。我天天跑人才市场，我投了上百份简历，没有一家单位要我。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很早很早就去排队，我排在第一位。 然后面试的招聘官看到我，指着我的肚子：“你快走开，你快走开，别挡着后面的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工作。那天走在大街上，风好大，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滚了下来。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绝望。
我要养活我自己，我要养活我自己，我要养活我自己。那个声音就在我心里蹦蹦蹦地敲打着我，我就想起了我父亲的话，抱怨没有用，一切靠自己。我改变不了现实，我就改变我自己。我已经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也不再抱怨，甚至不再难过。我去摆地摊，我卖旧书，卖卡片，我一顿饭当两天吃，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开了自己的一个小书店，后来开音像店，开超市，开网吧。我的书店被烧过，我的超市被偷过，我的网吧被拆了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又开始开网店，我把我的几年后积蓄的20多万一下子亏光了。再后来我又开，又成立自己电子商务公司，然后欠了外债400万。但是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挫折，所有的痛苦，我埋藏在心里，我说不出，我也不想说，因为我知道抱怨没有用，一切靠自己。就这样，我坚持坚持坚持下去，一直把我们的旗袍做到天猫第一名。走到今天，我回头再看，看我走过的这些经历，这些挫折，原来都是上天对我最好的安排。世界是一面镜子，照射着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省得抱怨，我们内心就充满着痛苦、黑暗和绝望。现在感恩，我们的世界就充满着阳光、希望和爱。Tidak ada gunanya menyalahkan orang lain. Semuanya tergantung dirimu sendiri.Itulah semangat yang dikobarkan dari seorang Cui Wan Ju. Penonton yang bijak, tolong bantu Inke untuk menyebarkan video ini, supaya lebih banyak orang menyadari, tidak ada gunanya menyalahkan orang lain, semuanya tergantung dirimu sendiri. Terima kasih.